我把这个碰住了啊。先摔到哪儿？上不动了。你这个好走的啊。这么弄他干嘛呢？好嘞。走。越越弄越光，越光它越走不了。越干透了，看。越门大。喊完了走，喊完了走，我喊你走。哎，越光。来，就来这儿，来，我给你家这边抽纸来。他光，他来了光，你逮不住。逮不住，来啊。他逮不住。不逮，你越下面还得光。我把这个碰住了啊。先摔到哪点？没回多少。哎呦，这驴还不点正常电感的得劲了，它不自由。有炸光了，好吧，跑着吃饭，跑着没了，这终究没了，这条还挺带。有好嘞，三四斤没了。有，好转了，你说的嘿。好着住，他扛着驴能走啊？这样倒快啊！擦掉了呗，这血泡。不，过了，全过了。看，都有了。我的晕，好嘞。晕。不到他了，给你丢丢，好走了你。哟，这个走你吧。走了，走开。耳朵贴住，听话的。哟。我把你有的劲儿自带，你说一天给拍你几次？那其实正常。要不要？这个菜很好看吧？全都放开就这
抛脱。对。修不好看。不好看。修一下。扣子，对，扣一下刀吧，咱都是多掏一个，你看你五个驴够吧？够，够，够。我是不拿刀子，那个刀子先快，这儿叭叭子，这都是骨头。对，那刀子快很。一天都修臭臭的，还留留着不下。喊你点。哟。哎，今天不去，你也姐姐。哟。你们那边的天怎么样？我们那天天无三日晴。咋着呢？我看你得咋着日。那有人呢？找人。他这黄村上有五六个人呢。看戏，咱看不懂哎。你说的，你跟谁玩的那个好几，是吧？关键跑都追不出来。一开始就走都不会走啊。一会儿就回头了啊。咱那瞧那个不行，我那没行，咱那咱就不要修，那修修该好，开始不行，我买的多。哪个？这你看，你看好看多了吧？那你那么偏吗？老爷子，哎，这个就光工程都干了。干嘛不要走的？